大家好，又嚟到东周投资会嘅时间。Hello，Hello, Dicky，好，一介晨你绍好。翻先。咁今日星期五4:30钟啦，咁当然继续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同我哋倾偈啦。大 Hello，家好，大家星期五愉好。快。唔知各位观众咧，各位读者听唔听到我哋讲嘢咧？咁就如果有问题咧，就随时留言话俾我哋听啦。咁就有 Dicky 为大家解构同解答嘅。咁不如今日嘅主題講下，即係虛擬貨幣啦，因為前哦好啊，係啦，呢排話即係過山車嘅式咁插水咁樣啦，咁就即係通常插完水有少少回調咁樣啦，反彈翻啦，Bitcoin 同一籃子嘅虛擬貨幣咁樣啦。咁其實 Bitcoin 都一度回升翻去42,500左美金嘅總水平咁樣啦，咁但係。喺美國財政部建議啊，有啲限制之後咧，咁就拖累又再回落，咁就跌翻去可能39,000美金嘅水平咁樣啦，咁就係啦，喺呢位浮沉沉咁樣，其實哇，其實係呢期之前高位講緊超過60,000美金，跌到而家咁，其實係即係好多人哇個即係好攞攞攣咁啊，係啦，好多人都可能呢個時候想拉大拉底，又唔知敢唔敢咁樣，係。所以其實都想了解下啦，即係。其實虛擬貨幣插水，除咗揸住虛擬貨幣嘅人攞攣都好啦，但係其實佢對資金流向或者係港股之後未來嘅走勢會有啲影響咧，即係蝴蝶效應咁樣咧。好，Esther，我哋先探讨下呢个话题啦吓。咁当然，探讨呢个话题，究竟即系三个问题啦。第一，究竟虚拟货币存唔存在呢个投资或者投机嘅价值咧？第二，究竟会唔会影响经济嘅其他环节？譬如话我哋股票啦吓，咁呢个都可能系大家比较关心啲嘅话题。嗱，先讲下关于虚拟货币嘅一个。即係最基本嘅立場同概念先。我喺唔係好耐之前，2-3個禮拜之前，咁就喺頭條啦。咁我專欄咧，我就寫咗講咩咧？我就講股神巴菲特佢當其時嘅呢一個 Berkshire Hathaway 嘅呢個股東會。咁啊，股神 Warren Buffett 咧同阿芒格即係佢個副主席咧，都好可以話係嗤之以鼻嘅，甚至乎係好痛恨嘅。對於呢一啲所謂嘅虛擬貨幣，咁啊 Charlie Munger 咧，佢更加係講話用呢個字喎，係直情 exactly 用呢個字眼啦。佢係用英文 disgusting 咧嚟形容，即係咧令人好嘔心㗎，即係唔係嘔心瀝血嗰只，係即係好嘔心嗰只。咁點解會咁講咧？咁當然咧就建基於佢嘅立場啦。對於咧即係個別嘅虛擬貨幣嘅所謂挖掘 mining 咧，其實有耗費大量嘅石化燃料嘅能源。啊，呢個咧都係我自己向來好痛恨，或者向來我都唔相信呢種所謂嘅即係 mining， 甚至乎已經講到係會取代黃金啊，成為資產嘅呢個概念。因為喺我眼中咧，好多嘅呢啲虛擬貨幣挖掘咧，都係耗費大量嘅電力嘅。其實咧，你話喺尤其是 Bitcoin 呢一類啦，即係用呢、這個即係 Proof of Work 咧呢一種方式去所謂嘅挖掘 mining 嘅咧，就更加耗費好多電。咁當然你可能會話，喂，可能我可以擺到去即係齊齊哈爾咁遠咧，烏魯木齊得唔得啊？嚇，外蒙古咧咁啊，全部咧太陽能發電又如何？咁點講都係耗費能源啦嚇。咁、啊、即係所以即係當時咧，當好耐之前咧，即係我要講翻即係當。呢、这、一個虛擬貨幣仲喺度試緊新高嗰個年代咧，即係當呢、这、一個Elon Musk 啦走出嚟講話，我哋咧會考慮咧就接受咧呢、这個所謂虛擬貨幣 Bitcoin 咧就係、是、買車。當時嗰刻咧，我好反感啊，因為無可否認呢個事實就係 Elon Musk 有好多粉絲，佢嘅粉絲可能係比起即係教主已經離世咗嘅 Steve Jobs 咧係有即係可以比得上。係得佢㗎啦，喺而家呢個世代，咁因為佢係創造咗好多可以話改變咗人類嗱，例如電動車啦、SpaceX 嘅火箭啦，即係真係好劃時代、好創新、好改革，甚至乎係改變緊成個地球，令到我哋有個更加潔淨嘅地球。但我即係不禁反問，當其時我就已經係寫咗頭幾個專欄，就好簡單，我就話：喂，咁講真，如果你係又要買電動車？但係你一方面咧又容許或者係支持支援咧呢一啲需要耗費大量電力嘅虛擬貨幣，咁其實即係完全係自打嘴巴啊成件事嗱。當然佢唔會唔知嘅，佢係呢方面嘅專家。所以到後來咧，佢又話：，係啦，用好多能源啦，你哋啱啦。阿耶倫又就咁講啦，跟住咧阿股神又咁講啦，個個都咁講啦。好啦，而家咧唔接受咧嚟係買車。喂，咁即係嗰種出爾反爾嘅狀態，亦都令到我覺得更加離譜嘅，就話一方面你間公司咧就已經揸重貨15億美金就買咗 Bitcoin， 跟住咧你又唱好啦，好啦，咁跟住咧就炒咗上去，跟住又講 Dogecoin 啊，跟住咧又話係騙局喎，騙局之後咧又話係呢個未來喎，喂，你真係咧
前言不对后语，反口覆舌，弹弓手，弹弓口，乜嘢都出晒，即系令到我会觉得，即系一句讲晒，大家就唔好再听佢讲嘢，呢个就我结论。咁所以当即系佢后来就又再反口话，我哋都系唔接受咧呢一个所谓嘅即系虚拟货币 Bitcoin 咧作为咧买车嘅交易咧，咁就更加令到我都会坚信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最终呢样嘢系唔可能咧取代所谓嘅传统货币作为 medium of exchange 嗰个功能，因为最简单就系话呢一啲虚拟货币，我理得你系用边个方式去挖掘都好，佢个价格极度波动，你唔可能作为一个换物嘅一个好有效嘅一个工具咯，即系佢唔可以取代传统嘅钱。最簡單係咁理解，咁當然而家接二連三講緊就係話，內地三個協會啦，就已經出招講到明啦，你直情唔可以提供呢方面服務。嗱，當然啦，不嬲講到即係虛擬貨幣喺內地其實都係唔係合法嘅，不嬲都唔係合法嘅。咁當然你話喂有啲挖掘啊，即係去到山卡拉咁係另外一回事。咁但係而家即係開宗明義就話內地咧，阿爺就出曬聲啦，直情唔可以從事相關嘅業務。咁而家咧就真係話中美我未見過咁合拍嘅。啊、即係咁合拍地咧，而家咧，當美國咧都有同樣嘅即係法規就冇嘢嘅，你要報咯，$10,000啊，報税咯，即係大概係咁嘅狀況。咁所以呢個消息咧，就即係你話係咪已經係一個完全反映曬喺佢哋嗰啲即係所謂虛擬貨幣價格上高咧？我仍然有啲保留。即係當然，如果你話頭先我都提及啦，始終有幾種、啊、但係最主流，譬如話以 Bitcoin 嚟講。呢、这個即係 proof of work 咧，仍然係要耗費大量電力先可以開採同挖掘到咧。呢、这個完全係我眼中係唔道德嘅。咁好啦，你話喂暴跌嗱，暴跌，我真係預期上個星期我已經係即係寫專欄或者我自己YouTube channel 即係做直播都好，喂，即係你要離場啦，你千祈唔好相信，甚至乎嚟緊可能會暴風雨前夕，即係話口未完，真係上個禮拜講完咧，我真係見得到哇！啱啱就喺我哋長假期，本來佛誕諗住下即係平平靜靜，係咪？啊，唔係喎，原來咧即係唔係立地成佛喎，係真係叫你放下屠刀，你唔放就掠你落去。咁係低位係好顯著反彈添 ，Ether 又好啦 ，Bitcoin 又好啦，都 Coin 啊，乜 Coin 都好啦，低位都反彈咗好多，但係由高位計咧，仍然係冇咗一大截嘅。咁所以咧，即係一句講曬。大家即係我反而會想講嘅就係話，有啲人已經講到好似好合理化咁樣，或者好似覺得哦，你10%啦，5%啦，佔你投資組合係冇相干。我覺得唔係㗎，即係首先第一件事，當你參與，你知唔知係乜嘢嚟嘅先？個背後究竟有啲乜嘢先？咁即係我覺得大家要理解咯，就唔係純粹話淨係哦，你講供求關係啦，淨係講咧呢一個。純粹講投機炒賣啦，就完全係變成係好合邏輯。好合理，咁我唔同意嘅。同埋咧，我都要提醒，就係話大家都開始留意咧，就係一啲同類型股份嘅風險。嗱，咩意思咧？唔係淨係 Coinbase 上完市一路創緊新低，唔係咁簡單。仲有要講嘅咧，就係話要知道好多投機一啲所謂嘅 cryptocurrency 虛擬貨幣嘅投機者咧，尤其是喺北美洲咧，佢哋都係第一年輕人比較多。咁當然唔係一定年輕嘅，咁但係咧。佢哋亦都會比較係中意咧，即係話呢個都係我嘅觀察啦。就佢哋與此同時都會中意一啲風險比較高嘅股份，即係話冇乜基本因素支持。即係簡單啲講啦，如果阿 Catherine Wood 嗰啲係小辣，我而家講緊嗰啲係大辣或者係極辣。如果你話股神嗰啲係三小辣嘅話，即係大概係咁嘅比喻啊。咁即係話嗰啲咩好 YOLO 嗰啲概念股，個 You Only Live Once 嗰啲咧。即係簡單啲，完全冇基本因素 ，GameStop 啊、AMC 嗰啲咧，嗱睇住啊，遲早有一波啊，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呢邊輸咗，就係嗰邊要攞嚟填氹嘅時間，就可能沽嗰邊嗰啲嘢，所以咧，任何呢啲即係瘋狂炒作，其實冇乜基本因素支撐。就算你話喂，輕燃概念、燃料電池，我都曾經都睇好個 plug 嘅呢類，即係呢段時間其實價都回咗好多，咁要睇住就係話。始終呢一個 cryptocurrency 同呢啲比較高風險嘅投機炒賣嘅股份咧，係會有個關聯性。咁當然啦，再數落去就一定係提供一啲交易平台股份。咁我覺得喺而家呢刻咧，如果你無論喺香港又好啦，喺即係北美都好，就肯定唔會係最理想嘅一個入市或者投機嘅時間。第一來，佢哋已經係 trade 緊一個好高嘅估值；第二，而家講緊咧。中美政府我未見過咁合拍，兩個中美政府而家都要打壓嘅時間咧，好肯定咧就有個比較大嘅影響。好咁啊，咁就即係 Bitcoin 啊，或者虛擬貨幣就
呢啲主題就我諗講到咁上下啦。咁不如講下，即係因為今日收市之後就有貴檢，恆指貴檢係啦。通常都係咧星期五我同你傾完之後就會嚟㗎啦，咁樣係啦。咁就即係當然啦，就每次都古驚當咁，就唔知係咪成事啦。咁暫時應該就見，暫時都未見有消息咁樣嘅。咁但係受住可能大家可能憧憬啦，越南憧憬影響啦，我見京東啊、快手啊同埋網易都升咗唔少喎、啊，今日咁有冇話其實呢幾隻啦、啊，即係可能加埋譬如幾日都有啲科技股咁，都係啦，都有少少回升翻、回暖翻咁樣啦、啊。有冇話呢排即係係咪開始睇定啲，可以開始入啲市咧？大家最關心嘅呢啲啦。或者咁講 ，Esther， 其實咧呢段時間咧，我都開始推介頭先你講嗰幾隻股份啦。首先幾個大前提嘅，第一就係話我哋要先分析一下今次恆生指數季檢究竟發生啲咩事，我都想有層有次咁講俾東洲投資會嘅觀眾聽。嗱，最簡單咧就係話呢個係自2006年以嚟咧其中一個最大嘅改革。點解咧？因為當年咧33隻成分股就加到38就50咧，就講緊7萬隻 H 股玩嘅。咁好啦，咁之後咧亦都同股不同權第二上市嘅股份相繼可以納入。恒指啦，好啦，咁而家究竟一件咩大事呢？就恒生指数嘅大改革咧，就第一就会将指数成分股嘅数目咧就大幅提升嘅。咁而家咧讲紧目标啊吓，就去到出年嘅年中，2022年年中咧就已经要去到80只，最终嘅目标系100只添。好啦，咁亦都咧即系过往好多年咧，四大分类指数咧就会变成七大。咁而每一个分类咧，亦都唔系净系得一个行业嘅股份。举个例，譬如话呢一个公用同埋电信咧，就会两个行业合二为一咧，就成为一个分类。嗱，七大嘅分类，咁究竟有啲咩结论咧？咁第一就系话个指数成分股咧嘅数目会大增，大增到点咧？咪而家都得50啫嘛。咁你出年年中要80，嗱，咁我就数过啦。而家宣布咧 ，Esther 第一季，咁即系咧就仲有第二季、第三同第四季今年啦吓，咁啊出年咧仲有第一、第二季，咁就玩埋咁啊先至出年年中啦，系咪？咁我数过，啱啱五季，咁咧而家55只，咁如果目标系80只咧，咁啊大家计一数啦，80减25咧，25再除5咧，咁就系咧，我认为啦，每季5只咧就好合理啦。嗱，当然机喎真系。嗱，我咁样讲完咧。嗱，即係好快就知我啱唔啱，可能咧兩個鐘頭你之後已經響我，得嘅，又講錯咗啦，得4隻，一嚟25隻可能，唔緊要，我咧就估5隻先啦。總之啱唔啱咧，好快就知啦。咁5隻咁點揀咧？咁當然啦，已經掹走曬嗰啲咩上市要幾耐嗰啲咁樣。咁即係簡單呢一句，因為咧其實仲有一個嘅要求，就係嗰個市值涵蓋面去到50%啊。咁嗱，即係咧大家唔明都唔緊要，總之我簡單講個答案俾你聽，就係咧大嘅。就有機會，細嘅就 say bye bye， 就係咁簡單。因為你一定要揀啲好大隻嘅入去佢嗰個指數分類嗰度，佢先可以浪住嗰個50%嘅要求。嗱，咁所以咧簡單啲講一句都唔使煩啊，市值大機會大，咁尤其是個別啲行業，譬如醫藥行業咧，其實咧個比重咧係有相當，而咧而家現有嘅股份咧就比較少，咁所以咧未來咧大健康啊、醫藥啊、醫療啊，甚至乎嗱，而家可能啲 B 嗰啲未得啦，不過遲早咧終有一日都得㗎，咁所以咧即係而家揀嗰啲比較。你話喂大隻啲嗰啲會唔會即係信達啊嗰啲可以報藥明嘅後塵，唔好後塵啦，即係報佢嘅呢一個即係染藍成為咧又一隻嘅醫藥類別概念咧。喂，京東健康又得唔得啊？咁阿里都入咗啦，係咪先？正所謂阿里健康都已經得，咁京東健康還會遠嗎？咁不過我最有信心咧。都仲係仍然係京東集團同比亞迪，咁我自己即係 YouTube 都講咗成個星期啦，我寫專欄都寫咗好耐，頭條都有講過，咁我就仍然好有信心。咁你好啊，如果今次都唔得，咁點？嗱，今次都唔得咧，咁我又抄翻張家輝嘅金句出嚟同你講噶啦，就係、是、你而家冇，但係將來會有，遲早都入嘅。即係而家頭先我哋講啲大市值嘅股份咧，甚至乎再數落去，喂，網易得唔得？市值一啲都唔細喎。喂，咁快手都唔細喎，係啊，冇人話佢細喎。咁再數落 B 站咧，咁其實咧再數咧，其實我頭先講啲名字全部都得嘅。不過問題係即係要分啲時間，即係頭先我都數咗俾大家聽啦，25個位分5季，咁每季就5隻，好合常理。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咧應該會有機會大規模新增成分股。喂，咁你而家排就咁榜末嗰啲，例如聯通啊嗰啲，咁點啊？嗱，佢好彩啦。而家咧就加位，咁我咧過去咧講個比喻好簡單，就是、一間名校，如果要引入一個新嘅插班生，哇，又高大靚仔，體育又叻，跟住讀書又勁嘅，咁你梗係要有人走，
一系俾人踢出校啊，一系咧就有人移民，咁佢先要多个位噶嘛，咁你先可以俾佢入嚟啦，咁即系好难先入到去。但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开新班啊，而家多25个位啊，嚟啦，快啲嚟啦，咁所以咧喺个即系喺个班里边，即系我个恒生指数真系难听啲讲，而家排到榜末嗰啲咧。都唔係一定會俾人踢走，即係所以而家喺榜末包括聯通嗰啲，我唔知係咪用好彩嚟形容咧，即係太古嗰啲咧就唔好彩咯。哎呀，啱俾人踢咗走，你先話加班啊，而家先至話開多班新班喎。哎，咁最如果你開新班，就唔使俾人踢走啦。咁所以咧，再數落去咧，你話以往離開咗成分股，包括華潤啤酒啊嗰啲，有機會卷土重來㗎，甚至乎康師傅都唔係完全冇機會，黑馬啲啦，呢啲可能遲啲啊，未必呢一季啦。咁所以咧，簡單啲講咧，我覺得。都會有幾多咁，所以頭先 Esther 都再講就話，喂，咁係咪啲新經濟股都翻嚟啦？第一恆指都未話真係可以脱胎換骨，但係恒生科指咧7,700、7,600、7,400上次真係試咗個低位，咁所以咧即係短線咧都有啲細嘅。咁我個人認為咧，就恒生科指入個別啲股份咧，全部都見曬底嘅。咁即係我自己咧都即係除咗即係直播建議話都可以吸納咧，咁我有啲我都身體力行嘅。不過我好小心，我買美股咁就唔關申唔申報事啦。我就買啲美股嘅中概股。咁但係除咗騰訊，始終嗱騰訊個比例咧就輪準，因為始終由10%咧降到8%。嗱呢樣嘢我諗你有睇東周投資會得基精，我講咗成幾個月噶啦。咁而家嚟咯噃。6月7号就正式生效 ,6 月4号就是最后一次的调动。咁嗱一阵个公告可能都会讲埋究竟分几耐调整嘅，一步到位定点啊，定係每次1%啊，一阵就知㗎啦，一定要讲㗎啦。咁但係点讲都好，心理压力再加埋个业绩都系叫做符合下限啦，你话好差嗱，即係有时你睇个业绩，你睇营业收入啊，定係即係再睇下盈利啊，定再睇佢个别基本业务，有时都好难讲，但係我觉得腾讯 OK 啦，即係中规中矩。都唔係太差，但係肯定唔係話好嗰只，唔係話驚喜嗰種咯。咁今日佢股價跌咧，老老實實就即起碼跌呢兩樣嘢噶啦。就一咧就係跌定即係指數嗰個變動，二咧就係關於佢業績。咁但係其他啲新經濟股咧，譬如話京東啊、百度啊，譬如話我哋已經睇啲業績嗰啲，其實都 OK 嘅喎。咁再加埋佢哋過去即係因為反壟斷啊、罰則啊嗰啲嘅擔憂同風險，叫做反映咗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哋個股價應該會相對嚟好啲。所以變咗新經濟股咧，又唔係隻隻得隻騰訊，今日就有少少咧私人獨潮水啦。講開又講啦，即係啱啱講開京東呢啲咁就染藍嘅大熱門咁樣啦。咁佢個仔咧，咁就分拆上市嘅京東物流咧，咁就招股而家暫時定價每股係40.36咁樣啦，咁就接近係個範圍下限咁，係啦，咁就預計集資246億左右啦。咁就其實有望成為今年第二高嘅集資額新股喎。咁話點睇咧？即係今日其實完咗啦，其實招股暫時咁就係啦，咁就下個禮拜預計係下個禮拜五就掛牌買賣啊嘛。因為話即係預計到時，雖然呢排其實即係一個禮拜都好大變動啦，但係預計其實你覺得京東物流佢嘅之後走勢會點咧？嗱呢只咧，我建議大家可以考慮抽。嗱，因為我咧幾個月冇叫過大家抽新股，對上因為快手啊、依度科技嗰啲嘅啦。咁但係咧呢只我都建議抽，但我就話唔好瞓身，孖展都唔使去 B 組嚇，因為咧佢又唔係超額去到幾千倍嗰只。咁但係咧你話喂，今次有冇水位？我覺得都有水少少水位，同埋咧佢最終嘅定價有啟示，就即係話佢唔係太進取啊，都攞到個 range 近下限咧。即係嗱，簡單啲講得直接啲，都俾翻多少水位啲散户噶啦。當然包括埋認購嘅機構投資者啦，咁所以我覺得咧水位會有嘅嚇，咁但係咧就唔會好多，即係唔好諗住嗰啲快手一兩股好似哇神理嗰啲京東健康嗰啲嗱冇曬嗰啲嘢㗎啦，已經唔再係嗰啲嘢嚟㗎啦。咁但係咧你話喂正正常常一兩成有冇機會啊？嗱睇當時市場氣氛啦，但係咧我有信心就呢只唔使輸錢嘅嚇，但係你話咧大賺就冇可能。不過咧，少少水位點都會有，尤其是佢今次個定價都比較係保守一啲。咁當然你話講基本面，其實即係內地都係嗰兩間嘅，即係同類型嘅行業。咁而再加上咧，即係始終市場氣氛嘅關係啦嚇，佢嗰個超額認購倍數，相對地喺比起呢段時間啲新股咧，已經算係咁噶啦。即係嗱，即係講得都白啲，呢段時間啲新股
真係冇乜邊只喺個水面㗎。你睇翻過嗰兩個月，哇，潛水就多過喺個水面啊，真係有升幅嘅咧，都真係寥寥可數。咁攜程都有得升嘅，但係對第二上市嘅咧，咁啊，即係都好難去作比較咯。意思係咁，咁所以即係我寄望住呢只係可以扭轉之前，譬如話即係嚇順風浮托啊嗰類咁樣咧嗰種嘅弱勢啦。但係你話我係咪好有信心咧？就我會覺得。不是話好似太亢奮，但係會有啲水位。咁對京東成個系都正面，同埋亦都咁講啦。睇翻腳頭嘅，即係佢哋過去拆咁多次，都唔係太差嘅。啊，即係咁啱，即係咁巧，股價表現唔太曳嘅。咁啊，寄望今次都唔好太曳啦。即係話你話喂，起碼有翻10%-20%飲餐茶食個包都咁開心啊！系啦，咁有冇对佢对翻京东本身咧，即系佢之后嘅走势会唔会有啲帮助咧？即系如果个仔又生生性性嘅话，嗱拆完咧，咁嗰个憧憬就冇咗噶啦。咁但系咧，佢讲嘅基本面、讲嘅业绩咧、讲嘅就算话面对反垄断潜在嘅罚则嘅影响啊，我都觉得即系都系对于京东集团嚟讲咧个影响都唔系太大。我都幾睇好係而家呢刻佢股，因為第一佢真係累積咗都幾龐大跌幅。第二，染藍嘅憧憬係真係可以期待啦。如果佢真係今季搞掂的話咧，咁星期一點都放一陣煙花嘅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只股份即係都係嗰句啦。你而家美股你係買唔切㗎啦，因為恆指嗰個消息一定會公布咗㗎啦。咁所以睇下得唔得啦嚇。但係就算唔得都好啦，我都覺得。呢只股份喺而家呢個階段都會係即係芸芸眾多嘅新經濟股裏面其中一隻，我都會覺得係值得持有。咁當然我都申報啦，我都係近呢幾日都買咗佢美股咯。咁都係我都係睇好佢基本面啦，主要都係。好，咁啱見到有讀者有問題啦，咁就問1177前景啊，咁就8.23有貨嘅1177中國生物製藥啦。嗱，都系嗰句，其实呢段时间咧，即系点讲啊？医药概念，不论你已经系成分股好，未系成分股好，其实个别嘅医药嘅概念嘅股份咧，都呢段时间表现得都唔系曳嘅。咁但系咧，我又会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呢只股份纯粹讲基本面咧，就即系都系嗰句，就相对地咧，风险都唔算太大。即系我会觉得你话你揸住佢得唔得咧？咁都得嘅。咁但系咧，好肯定就系一啲相对比较即系。你話 B 字頭啊，又或者好似頭先我提及過，例如信達啦呢一類啫，就可能係而家呢段時間就比較當炒一啲咯。咁睇你心態啦。咁我覺得即係嚴格上嚟講，即係長線少少持有都冇問題不大嘅。如果有興趣入貨嘅朋友仔咧，咁又點咧應該？我又覺得嗱，冇乜大迫切性嘅。但係如果你話現價嚟講咧，我又睇唔到話有好大風險嘅。嗯，好。另一個問題問520嘅 Sharp Sharp 火鍋股啦，咁就$15買嘅，翻唔翻到家鄉？因為今日跌幅都幾犀利，佢跌咗即係15%，一成半嘅，咁就今日收報$10咁樣啦。都難搞少少啊！即係估值高，向來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咁同埋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都冰封一尺非一日之寒啦。呢段時間其實無論佢嘅股價，以至到佢啲同類嘅股份嘅股價，都累積咗都幾龐大跌幅。咁啊，我有啲擔心啦嚇。咁講即係都係即係見機行事，有得減磅就減磅。係，因為我見佢撳翻佢新聞，其實都幾多消息嘅，咁就即係好多負面消息啦，咁就換 CEO 啊咁樣嘅，咁就加埋舊年業績，其實就一定係受疫情影響啦，咁就係咯，有冇話即係$15就有冇機會翻家鄉咧？我諗難少少啦，真係。咁如果要放嘅話，會睇咩位左右就要減下磅咧？嗱，都係睇究竟你。果唔果斷？即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段時間，即係冇任何反彈信號可言嘅情況之下咧，你話你憧憬佢啊，會唔會可以即係彈翻啲先至走咧？咁即係我都希望可以啦，咁但係我就即係唔係睇得太樂觀。嗯，好。咁啊，啱啱講開新股啦，咁就因為啱啱就內雪的茶創辦彭森咧，啱啱就出活動就話，即將進行呢個上市聆訊啦，咁就未來一兩個月就展開 IPO 嘅招股咁樣啦，咁其實都吹咗好耐㗎啦，咁樣咁所以就之後，咦係咪可以之後新股啊去睇定啲咧，了解定先咧？其實同類嘅股份喺香港上市都有，但係頭先你講呢只咧就好明顯嗰個市場份額咧同埋規模都相對地大嚇。咁但係你話即係啲
快速消費品啊、零售消費品啊，甚至乎即係講得白啲，真係有少少潮流導向嘅呢一個概念嘅公司咧，咁我就覺得都真係一浸浸嘅啫。即係睇翻過去香港上市嘅同類型股嘅表現都一般嘅啫嚇，呢、這個就係我自己參考。不過好多時候你都明白，即係認個新股嗱，第一而家未啦嚇，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上嘅時間，好睇當時市場氣氛對於嗰類股份有個即係點樣嘅睇法咯。我就。即係一般啦、啊、但係都要睇當其時，無論啊股值啊，究竟市場當其時即係吹緊咩風啊，講緊啲咩股仔啊咁樣。好，仲有少時間，不如就講下大家好關心嘅，譬如騰訊啦、啊，即係都我諗相信都唔少讀者都好關心。誒跌咗啲喎，又係咪時候可以買呢？今日都跌咗都。唔跌啦，都廿蚊啦。咁但係嗱，今日嘅跌咧都非戰之罪。頭先都講業績，咁你話好差咩？真係唔係。咁但係你話業績係咪好好咧？咁稱唔上咯。咁同埋亦都頭先都講啦，始終恆指呢一個季度嘅檢討對於佢係幾負面，因為始終都係你諗下，即係10% 要減到8%。如果你話今次真係一次過做曬，六月七號生效，咁六月四號就最後一個交易日。咁變咗都幾多貨要沽出嚟㗎，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心理上壓力都幾大，所以變咗今日我會覺得佢嘅股價跌咧，係起碼都有兩個原因咯。咁但係亦都咁講話就話，喂，真係好似都好差，但係咧亦都唔好忘記嘅，佢咧個股價走勢又唔算好曳，都仲係浪住喺250天線嗰度。咁所以咧，我又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總合頭先我哋講嗰幾樣嘢咧，包括係業績又好啦，指數嘅變動都呢啲係預期會發生，同埋會係一次性嘅因素嘅影響嘅事情。咁再加埋你話 Naspers 嗰啲嘢，亦都已經係成為咗過去。咁所以變咗咧，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話從反壟斷罰則嘅角度去判斷的話咧，佢手機遊戲起碼唔使俾人罰先啦。我係嗰度競爭好激烈嘅噃，咁同埋增長都放慢咗啦，大家都見到係。咁你話嗰幾個佢三個業務甚至乎未來佢都管理層都講即係短視頻都會係佢哋嘅方向嚟嘅。咁就只可以講拭目以待啦。咁但係你話到佢啲小程序啊，同阿里之間嘅競爭啊，以至到喺未來即係呢一個數字人民幣嘅支付啊嘅領域啊，即係好多方面，其實我都覺得。佢係絕對係即係應該咁講，投資組合需要持有嘅一隻股份。咁但係而家就係正正係佢一個比較弱勢嘅時候，所以我都會覺得如果下次再其實都只都近啦，即係去翻250天線呢啲水平咧，都可以睺下嘅。係咁，咪差唔多啦。即係如果冇話，即係大概咩價位啦，讀者就睇定啲先咧。嗱，呢啲價位其實都可以開始部署嘅嚇。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因為始終。六月七號生效嗱，未知啦，陣指數公司會講啦，究竟一次過做曬嗰2% 定點？咁如果係，咁你呢段時間都係弱弱地嘅噃，咁你又係就把握呢個弱勢。嗱，當然我又唔係鼓勵到大家玩到人哋六月四號你先至你估，即係你嚟接啦，即係佢六月七號生效嘛，星期一啊嘛，即星期五要估，咁又玩到太誇張嘅，又未必要等到嗰日。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呢個消息。當佢落實宣布話，即係個比重要降低嗰刻咧，即係點都個價都未必話會可以即係即刻炒翻曬上去。所以今日你會見到即係零零舍舍騰訊嘅股價係比其他啲新經濟股跑輸，亦都係基於呢個原因。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 Dicky 嘅解答啦，我哋下次再見啦，好 ，thank you， 拜拜。